住了，总觉得他就在眼前了。上一季半决赛被淘汰，历历在目。第一季就是输在了周柯宇他们队伍上。打只有一个字，要么就输。别人都看不上我们，我真的太想赢了。别闹！他们比我们想象之中要强了很多很多。第三条的风暴龙王又胜利了。手法怪物，我绕了他的位置，直接断联一开三。我还是想把第一季的一些遗憾拿回来。我进场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就是 FMVP 的含金量啊！一波，快！通天野王敖子逸 ，DFG 全队淘汰。有想过是这样的结局吗？没有，我十几年还是没有走到最后啊。我觉得如果我再年轻十几岁的话。可能我会表现得更好一点吧。就之前还说这次回来想跟耿力去夺冠，这可能是唯一我觉得一点遗憾。胜利者当然是非常开心的，但是有遗憾这个故事才完整。失败是电竞赛场的主旋律，但绝对不是终章。我们会带着他们的精神一块拿冠军的。Super Carry Wind 的战队晋级了第二季战士巅峰总决赛，依旧是黄明昊和敖子逸。想要复仇拿到冠军，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有谁不想拿冠军啊？ Come on！哇，很精致，是帅的，是帅的，也是很干练的感觉。留着留着，这款给我留着啊！好可爱啊，他天哪，长得好像 TVB 的那种女明星。我觉得他会变得很抢手的下去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她是全场女生里面我最有好感的。我觉得你这样就挺好。哇哦，磕死我了，锁了锁了。就是很直白，就是你的。我好喜欢。我对你是有心动的感觉，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了，就是这么直接，就是这么猛烈。各位女嘉宾，你查看了谁的朋友圈，其实就是选择了跟谁同行。我笃定他会来我车上。那万一好几个人开始就玩这么大吗？你的朋友圈非常的让我起飞了。完了完了，吃醋了。他俩好配哦。当我们能玩在一起的时候，理所当然可能也会喜欢上同一种女生。来了个新男生，不如让新来的朋友先挑他想要坐在谁的旁边。我看他的眼神我都紧张。那怎么我把他干掉？现在男生的这种竞争是摆在台面上来的，我觉得很健康。你行吗？我太行了。到了这个年龄，其实选择的空间是蛮少的。很明显觉得到35岁以后啊，就这样在走钢丝的感觉。毕竟之前受过很大的伤嘛，我现在更难把自己交出去。很怕喜欢依赖一个人，也很怕他会离开我抛弃我的那种感觉。其实我还挺能理解他的，要是我也会放弃。还是继续往前走吧，发生的已经发生了，那就往前看。明天找你约会，就是邀约，然后我约你。我始终向往一段怦然心动的感情。我喜欢你。啊！我都有点被感动了。感情中自己是一个跌倒100次也会站起来101次的人吧。爱情来说会尽最大努力抓住他。恋爱真美好。对于真爱的话，我其实我一直都是相信的，所以我不惧怕等待。爱情可以让我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，那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100%的付出。在30岁，我不会妥协，我依然保有18岁的时候对恋爱的憧憬。都是在外面去证明自己的运动员。对啊，
的韩姐和金贤手。恭喜张硕烨。可能当时就是憋着一股劲，因为很多人说一讲到感情，就说黄总打不了，打不了，这口气在不对，我真没打这口气。不当江湖的实力没什么事，不当冠军的没什么事，公平不屈，代表来的我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？代表的是谁？我代表的是什么？一帮俄罗斯的冠军跟日本冠军在那掰啊！我觉得他冠军不冠军的，我觉得我从头也没输过，是多大级别我都能赢，你为什么白过？当时印象特别深，因为那次我赢俩黑人，第一是我，第二第三全是黑人。然后当时赢了他就都第一，无所谓。但是赢俩黑人，俄斗你觉得不能跨越，就包括别人先天优势，你觉得不能跨越，但是你能有力也会不行。刚开始一个真正的热爱，但后来我当过一次的时候，我觉得有荣誉。2014年是拿了仁川的金牌，然后2015年世锦赛拿了铜，2016年里约拿了第四，我就一路就这么赢。导编获得了冠军，拿过7座吧，就是一直稳定在全国最顶级的这个梯队。我之前有排名进入世界第7嘛。2016年拿了亚锦赛冠军。最强男我有个世界纪录，第一次全国比赛拿下。我21岁，他排名的时候是最年轻的。那你其实从小就不喜欢待嘛，然后从那以后就一直是我。当了5季，我想成为世界冠军，得到冠军，比赛的。只要是有信念，你只要敢冲锋，你敢挑战，你敢杀出去，你就是。家庭的温暖而感动。我希望我的责任是能够让你们在整个实习过程当中去成长，让你们觉得有收获。我觉得这个月里你能发现自己很多的优点和很多的缺点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自我发现之旅。之前我们也聊过，法律分析可能是一些你的这个弱项，但是有弱项没问题，我们就找方法。这个我相信是其中一个方法。在整个实习里面你能够走多远我不知道，但是作为你的代教律师，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你一点都没有让我失望。我是在反思，就是不是主要问题是出在我身上。我感觉是没有没有别的问题，是我。我觉得我今天还是进步了一些，我开始长大了。我觉得这不是我能做到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对他来说不对，现在应该是正确选择。是，然后我今天被那个反驳了几次之后，有点着急了，然后开始坐不住。其实我是觉得你还不错，就是已经尽我最大能力。我能看出来，我能看出来。真的，雨桐已经很棒了。我觉得，就你这段时间的这个进步还是很明显的，就你的这表达的习惯，可能还是得花点时间去打磨。
给毛雪旺，然后也希望这最平凡的一天也可以成为最完美的一天。一二三，说你想说的话，种你想种的花。内部环节了。看一只笨狗它睡着了，笑我枉费年华，笑他徒留牵挂，千金不换是相逢啊。祝毛雪旺两周岁，毛雪旺两周年，生日快乐。不行，左二。说你想说的话，种你想种的花，看一只笨狗它睡着了，笑我枉费年华，笑他徒留牵挂，千金不换是相逢啊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确实很不容易。我觉得大家觉得这个节目是一种陪伴，也是起到了我们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初衷。毛雪旺是特别独一无二的一种创作，是我们和嘉宾和台前幕后和观众朋友共同的一段天时地利吧，天时地利人和。目前大家的喜欢我们都接收到了，我们也会因此而更有动力去继续做这个节目。很高兴，很荣幸能够陪伴大家，谢谢各位。舞台生存战最终公测现在开启，让我们掌声尖叫欢迎舞台推荐人 Ella 陈嘉桦、周深、黄绮珊、创意总监王嘉尔，欢迎大家来到舞台2023预公的现场。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如果不失去理智，爱情要从何开始？傻傻的骗子和骗人的傻子，才可能一生一世。
刚好天气晴朗，桃花又开放，刚好安静的窗，落叶梳成光，刚好你的脸上有温柔荡漾，刚好人海茫茫，我们正相望，我们飞越冰川，看浮云，看飞鸟，看落日渐浅，看这烟火里藏着的另一个人间。曾经向山谷偷偷许下心愿，也面对大海轻轻说过抱歉。笑声漫过森林、孤岛和火焰，在雨中拥抱吧，当作今天的纪念。刚好又有村庄，炊烟袅袅香，刚好月色苍。小溪溪唱，刚好我回头望，你目光朗朗，刚好人影双双，你就在身。不，从第一天开始就是。你还记得我第一句话说的什么？我叫侯卓成，你叫我小侯，还是学生。怎么感觉像默片呢？我有一个特权，就我今天邀约男生，他不回应。感觉你不可以拒绝我。今天我不想让你回去。我跟你穿的衣服颜色。哦。小侯超会做饭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夸的机会。那天光谈的，亲了，再不给你看他就好了。给你个这个，这个是一个手动翻的衣服。
我可以每天数着过。哇，咸蛋超人！我的加入会让你在小屋里更开心一点吗？会。今天的规则是你有两个邀请券，我把这两张我的照片都给你，都给你。这叫自欺欺人吗？不，这叫你赢了，买了礼物，我送给你一个礼物，看他逗我玩的吧。我要吃这个蛋糕，每天我能带七成。我也很骄傲地告诉他说，我在小屋里面遇到了一个叫杨雨晴的人，他让我的小屋子里面的快乐变得精彩，变得圆满了。油门踩到底，原谅不要撒卡了。先把这个石头过得踩满。谢谢。其他所有人，我觉得你的感受都完全不一样。大齐还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，安慰他。我也不想你误会。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，就是我对我对喜欢的人的那些态度是不会变的。我想给小杨送一句话，谢谢你定格了我这个夏天。哇，也希望你能参与我之后的人生。同意了。哇，你看感觉从第一次遇见你，我觉得挺喜欢的。Hello， 你也是兔子？我是那什么北极兔。抢姐妹的 IP， 你这叫？你现在记住几个？我记住范一兰呀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对象就有我了。有。请出下一张，好，第一张不行。哇，好舒服啊！嘎嘎找到了他的小伙伴，他不再是一只孤独的嘎嘎了。我也是。我是乌龟。背一盒，好吧。但是乌龟很努力的，乌龟会先爬到终点的。其实你做了很多事情，我要感觉到。你这是什么？菜，包饺子。祝您再爱谁。很感谢你，我都会有你在我身边。嗓子要，你一会儿你哪儿练出来的？我买的。头疼，你头还真挺热的。你不老喜欢背一小包，希望你喜欢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街叫什么？叫只狗。然后呢，反正就是觉得你能被你喜欢还挺幸运的吧。我们小屋的话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那你觉得咱俩合适吗？你有什么更好的体验吗？在小屋里也就很暖，马上就结束了这些这些天，我每天一直在想，你到底需要哪里想改进，然后我如何为你们造成让你不高兴之类的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就一直能在生活中开心一点。
起。我去读一个小学，现在开始谈恋爱。我觉得来这找个意义，星座很好，不要为人提点。Hello， 我最尊贵的朋友们，我希望能够一直走下去。红红红红，沈腾向前冲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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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对，我觉得对，就这个事儿，其实你展开来说吧。对，对就是啊。啊，没事吧？啊，确实是兽医啊。别人玛丽说你像蟒蛇。干啥呀？干啥呀，玛丽啊？你咋嘴那么快呢？啊？师哥，你这轮你必须死。我师哥是二号啊。那丁哥脸大还是鹏哥脸大？鹏哥脸又宽又大。你跟郭麒麟不会是假戏真做吧？你承不承认怕媳妇前三名你是第二名？我不承认，我第一。大哥，说实话，今天你这发型挺白的。是啊，哎呀，痞帅。笑什么？怎么不能笑吗？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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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造次了，魏老师。祝各位顺顺利利，健健康康，红红火火。好吃，吃两碗豆角，来一块大排骨。哎呦，这刀工可以。哎，我刚才把碗都扒了冒烟了。怎么也烙饼是吧？妈呀！哎呀妈呀，尝尝吧，还想多活两年。我不爱吃巧克力。炒土豆丝啊，为了让它清脆，先拿凉水泡10克盐，来点生抽，锅边醋，好像没熟又有福味。老公别拉肚子。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都值得来看，真的是美，震撼。跟朋友一块出行，感受大自然吧，是慢下来了吧。和很多老朋友在这里相聚，特别享受在那个过程中。真正的青岛变啊，出来玩整个人都换了个人。我全身心投入，希望以后还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出去玩。出发就现在，离别很短暂。